欢迎收看娱乐世界。3月27日 ，YHBOYS 推出了第二支单曲，和第一支单曲《无声无息》不同 ，YHBOYS 的单曲得到了很多圈内明星的转发，有恒庚、黄征、安又琪、谭维维、李小璐，当然还有咱们的冰冰范冰冰。女神范冰冰也为 YHBOYS 加油。不过网友们并不认可这支男团，看到范冰冰这条微博上的留言， TFBOYS 看了会尴尬， YHBOYS 看了会沉默。在娱乐圈跟风模仿的行为实在太多，比如穿越剧火了就出现了一大批穿越剧，仙侠剧火了就出现了一大批仙侠剧， TFBOYS 火了，于是 YHBOYS 也跟着出来了。不过看到范冰冰微博上这位网友的留言，大家不禁笑翻了。这位网友脸萌啊，直接将 YHBOYS 认成了 TFBOYS。 大哥，你跑错片场了吧。玩笑谁比谁好完全是胡闹，对你的今后不打扰，海水汹涌也会退潮，不做爱情里的被告，也不否认和动摇，为你心跳。谁都想变得更加重要，当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套牢，也许只想早点得到，然而这份爱已经脱销，
寻烦恼。当你和他比，我和你更牢靠，拐弯抹角是礼貌。对你的现在不打扰，是我能做到的最好。将危机又像个玩笑，谁比谁好完全是胡闹。对你的今后不打扰，海水汹涌也会退潮。不做爱情里的被告，也不否认和动摇，为你心跳。谁都想变得更加重要，当一